蔬菜产销班第十五班，臭皮匠胡伟，蔬菜点黄金。组织完整、向心力强的桃园县大园蔬菜产销班第十五班十位班员们，深知团结力量大，因此经常运用班会举办各种讲习训练，出勤率高达90%，为的就是要能够建构一个创意农业未来。我们经营者绝对不能守株待兔，我们要主动出击。班员呢，我们则必须抛除己见，大家脚步一致，才会有美好的大未来。由于共同经过苦日子的洗礼，彼此的心绑得更紧，革命情感超越着一般工作伙伴的默契。虽没有受过正统的行销训练，却懂得运用2080法则，将蔬菜当作精品来卖。这也是产销班能够突破重围，并协助政府辅导友邦农业卖蔬菜又做外交的最佳典范。我们不仅仅种蔬菜，更是种良心，用将近10年的纪律来圆一个健康蔬菜的大作。他们已经不是挤壤歌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便利与我何有哉的认份农民，他们是现代新农民，懂得善用资讯才走不一样的路。苗栗县叶岭镇稻米产销班第四班，不谈名，只谈使命的一群快乐傻瓜，运用稻秧去吃福寿螺及害虫，并以鸭粪作为天然肥料，让每一颗稻米都能够以最健康的姿态成长的稻鸭共生学。苗栗县叶岭镇稻米产销班第四班班长叶淑慧，带领着45位班员们，截取先人的大智慧，玩出农委会加强推动的有机米的大商机。产销班经历多年的努力，种好米，卖好价，坚持做个生态理念的快乐傻瓜，从班员扩大到全台，不论是诉求100%完美主义的有机稻场，还是以推广环境教育为前提的关树教育基金会，只要有人的地方，他们就会一直坚持下去。我们山水米有机产销班所有的班员呢，我们都很乐意当一个快乐的傻瓜农夫，因为我们执着在每一块稻田上面，我们希望所播种出来的是一个能够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更安全。那我们最大的使命，我们也希望我们整个地球呢更安心。苗栗院里的冲击扇平原，自然的生态造就了今日的山水有机米，相信班员们与土共生的天性，并能看见家附近的桃花源。台中市花卉产销班第四班运用镜河，成功开拓花卉蓝海。大坑风景区一处偏僻山区中，没有指标，也没有集货场，但每年却出口200万只文心兰到日本。凭借的就是一群年轻、自信、敢冲的台中市花卉产销班第四班15位现代采花郎。将问题科学化，是阮的秘密的武器。无论是伫花期的控制，还是营养肥料的管理，我拢含专家讨论，搁再讨论，一直发展到甲别人无同款的栽培技术为止。为了与农委会推广的全球布局行销政策结合，他们不断地向大自然挑战。因为一次的栽培尝试，日本专利新品种哈尼顺利在大坑量产，让原本花卉红海跳脱传统品种互相厮杀的困境，成就一番独霸的局面。拍团体战，竞争跟合作非常重要。人才的发展不好，价值就变成负债。刘班长洞悉人性，坚持在合理公平的利润分配及有竞争的优惠意识下运作本班业务，不让利益分配左右团队成败，内外兼具的双赢制度功不可没。彰化
县德尾乡毛州产销班第一班，破茧内进增上门。为了让猪肉的身价能够像黄金一样抗跌，在品质上不断跟自己较劲的彰化县田尾乡毛州产销班第一班24位班员们，从1995年起追随农委会建构的安全农业产销体系，并开始进行产销履历制度，成效甚佳，开始尝到用心甜滋味。我们的客户一定会抢到要爱咱的商品，这样我们就成功了。为了永续经营，本班推动许多政策性的计划，除了天天让猪喝优酪乳，并坚持进口优秀种猪，还连续4年荣获中央畜产会评定为全国人工受精站，目标明确，执行率高达100%。最主要，我的班内底共同采购、共同分销，我的猪用最健康的方法来把它养殖。当挑战来临的时阵，往往不是问题的本身，是咱复杂的人生。但咱这班上难能可贵的，就是24个班员一条心。个性淳朴、同心一致的班员们，不懂经营大道理，却能将山变玉，让土变金，靠的就是一颗简单又无私的心。嘉义县太保市有建宁产销班第一班，乐在学习，成就农业高龄状元。在农委会新农业运动的强力推动下，平均年龄62岁，一群不服老、向心力超强的嘉义县太保市有机米产销班第一班39位班员们，一起在有机米当中找到了学习的新价值。大家都想袂到，讲阮这群班员只要会用双手来做事，无想到讲本来会用电脑来操作，学习新的技术。阮并无放弃着学习的精神，互阮对袂晓用电脑，变成讲会当运用这网络，下这农业营销高手。老农民却有新思维，为了让产量增加，他们减少秧苗数，增加行，并适当曝晒田地至皲裂，促使发酵气体排出。为了让有机田避免污染，六米隔离带硬是将大智慧一展无遗。我们从事到这个有机农业已经有12年，我们有取得这个资深基金会的这个认证，并加入到这个产销履历。我们搁再推动到这个绿化家园，享受到咱人甲土地的这个青春活力，爽快啦！全省唯一整区段栽培有机田，班员们不自封，致力做个现代新农夫，运用网络医化，替他们漂亮取得国际竞争参赛权。我的太保是农会有机米世界第一名。绿景乡果树产销班第30班学习型组织，将芒果推向国际舞台。每到晚上，班集会场所就会灯火通明，并不时传来讲师上课及班员做记录的沙沙声。台南县玉井乡果树产销班第30班12位班员们，凭借着不满现况的态度，坚持台湾水果有够赞，就一举迈出芒果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这一班呢，乐在学习，活力充足，创意无限，并且主动关怀社会，每一个班员呢都能说到做到，没有达到100分呢就自动滚蛋。将爱文芒果、爱文蜜枣当作国际知名品牌来经营，自创的新源，无论是依循 ISO9001 品质认证流程规范，或是销往日本的生产作业标准化，皆宛如100亿元的军事教育，没有苦劳，只有功劳。如何精益求精，把事情做好，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脚踏实地，用学习克服困境，才有赢得机会。您说对不对啊？懂得在学习中找乐子，
在困难中找路子，一样坚守产销领域制度的班员们，相信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高雄县高山镇养蜂产销班第一班，凝聚共识，建立高山蜂蜜王国。无规矩，难成方圆。缺乏组织，必无格局。高雄县冈山镇养蜂产销班第一班九位班员们，就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冲击下正式诞生了。冈山的旁边真赞啦吼！啊，当初是组织还未成立之前，哦，班员是安尼单打独斗，哦，收益无好。啊，成立这个有这个成败关键，成立这个三峡班了后，大家收益会用提高。哦，爱让凝聚这个班员的向心力，哦，健全这个班的组织，哦，今仔日这个三峡班真赞。虽然资源有限，但仍不减班员们的热情。不但配合农委会建立产销一体的观念，班员们更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阮这班人饲房啊，家内底是头一个使用蜂蜜分装机的，为着要让消费者食到卫生可口的蜂蜜。甘愿投入更加多的资金，也无爱出卖家己的良心。期待未来也能朝向农产品产销履历验证制度，给消费者一个品质保证的承诺，也创造冈山蜂蜜一个充满甜蜜的未来。冈山的蜂蜜，三二一。屏东县高树乡果树产销班第50班，逆境中让台湾木瓜在日本发光。成就与代价是紧密相连的。成立初期波折连连的屏东县高树乡果树产销班第50班17位班员，生命力就像斗鱼般越挫越勇，一路走来只相信人定胜天。若要成功啦，就莫惊错误啦，啊嘛莫惊失败啦，啊最重要的就是你家己敢有亲身落去做。懂得木瓜矮化技术提高产量，替班员争取利润。景气好时，产季一分地竟可多出298,000元的收入。为了取得欧盟认证，农粮署的辅导功不可没。今年更同时响应农委会产销履历新政策，让台湾木瓜在日本发亮发光。政策木瓜一定要专心和专业来给它照顾，就等于亲像咱的人，咱的囡啊，咱的过程，咱也是要好好来照顾。一旦有好的产品，阿达也要用结这个这么好的物件出来，大家分享。懂得将做人的道理运用在种植木瓜上，适时取舍，借力使力，相信不管多冷的景气，也能种出最夯的木瓜。花莲县玉里镇果树产销班第一班，多元文化擦亮一块东风金招牌。花莲县玉里镇果树产销班第一班51位班员，族群多元，非常有特色。15年来，胼手知足，互助合作，替东风文旦开创一条多元的道路。东风文旦产销班呢，这种推动异化以后呢，使我们产销班的一种产品呢，我们一直在提升我们的加工的产品我们目前呢制造一些文旦柚的柚茶这个柚茶呢非常好。像文旦柚的果酱目前我们开发出来呢相当的好产品品质也非常的好，那目前呢也是受消费者的一些肯定。区域内农产品均取得认证标章，加上农产品产销履历认证，成为东台湾最完整的东风自然生态有机园区。我们强调互助合作，互相的尊重，人很多但口不杂，一旦有决议，少数一定服从多数，大家的目标一致，全力以赴，这样才有可能深耕农业，布局育里，迎接新农业时代。一群为了打造花莲玉里镇的幕后推手人，运用上天赋予最自然的本钱，透过他们最自豪的本事，正在化腐朽为神奇了。
我们拭目以待。加油！台东县关山毛猪产销班第一班，懂得集中资源，让毛猪翻身。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的台东县关山毛猪产销班，14位第二代养猪新锐，将猪只当作高科技来经营。为了将生产履历到行销过程透明化，他们坚持每个月都要通过动科所完全零药物残留的 HACCP 的国际认证，并不惜成本，并用 RFID 在每头猪只上打造个别身份证，因为他们把消费者当作家人来看待。钱可以慢慢赚，不急，但消费者的健康不能等。信任危机下，还有一群人回归生命的坚持。为了让消费者吃到自然无抗生素残留的顶级肉品，他们所生产的精钻猪肉是结合班员们团结圈的力量，统一资源采买，未来一起打造。要吃到一口很实在的食物，代价真的很高，所以我们都会刻意忘掉利益，只想做对生命有帮助的事。懂得挑战，才会感动不断。相信消费者在尝到一片天天吃健康食品，餐餐喝台东山泉水的金钻猪肉背后，那群坚持傻劲的良心斗士，才是让消费者回甘的关键因素。台东关山金钻猪金钻。